一样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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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现在的想法是这样的，我负责吸引注意力，我肯定会是特别好被猜出来的，因为我做的肯定不对。啊，你学一会儿之后，我就开始摆烂，我就开始捣乱，我就在这晃，你别在我面前，我就这样晃，太考验我了吧，这就是在考验我。别理我，我尽力了啊。哇，这一招还蛮厉害，厉害的耶！他这招，因为我们如果都失败的话，他只要保住一个，对。老弟，我觉得肯定会被猜出来，太明显了。反正他们也能猜出来，对不对？是的。没有那么厉害，我们能怎么办？太明显了，笑死我！他们能听见咱们说话，太羞耻了，太羞耻了。